盛顿 DC， 然后两天一夜，因为看到很多人都有去看樱花，但是之前应该说盛开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去，然后想要现在就是抓两天一夜去稍微看一下，但不确定就是现场还有没有很多樱花，但就想要去走走。现在刚到，就是从机场要转 Air Train， 然后去租车场的地方。没想到现在 Air Train 一趟已经到8:00，一路涨。记得以前搭，就是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已经从一趟5块美金搭到现在一趟8:25，真的很夸张。会特别到机场租车，是因为机场租车相对来说还是价格比较划算一点，所以就多花一点时间，然后到机场来租。如果行李不多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就是如果没有大包小包，搭地铁然后转 Air Train 去机场，或是来机场租车都还不错。昨天先买好万波，今天打算在车上喝。现在要出发啦，预计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先前往饭店，但是不确定到的时候能不能 check in， 因为想要还是先去放行李，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行程。上次去 DC 大概是可能6-7年前。Continue on the road for 16 miles. 所以今年想说，趁樱花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再去走走。因为最近看完 Night Agent 之后，非常想去，很想去看一下白宫啊，看一下 DC 那些建筑。看完之后觉得，在路上看到的人，每个人感觉都很像 Agent。这次住的饭店是这家 Hey Adams， 然后它的这一侧的就是房间看出来的 view 就是 Lafayette Square， 然后就可以看到白宫，然后可以看到纪念碑。这次在查饭店的时候，我发现就是 Washington DC 他们的饭店都比较，就是怎么讲，古色古香吗？然后蛮就是典雅的。然后后来我就查到了这家说有这个 view， 然后我就决定这次要来住这家。哇，今天的 view 真的很美耶！他说这家饭店最高是9楼，然后好像同个房型的话还有8楼，但是他这次是安排3楼，但我觉得 view 也很不错。哇，白宫 Daily， DC 的路很大一条，然后人少的地方还蛮安静，然后也很干净。纽约就真的比较挤，比较脏一点。他们的红绿灯，他们街上常常都看得到这个。现在要去吃一间在 DC 的一星米其林餐厅的午餐，然后它是应该是像是便当的 box， 然后是我舅妈强力推荐，觉得非常好吃，那就想说去吃吃看。虽然没有吃它晚餐，但想要去吃吃看它午餐的 lunch box， 看看好不好吃。它有两个连续2年米其林一星，这次点了它的便当。花限定。这是华盛顿巫师队库斯马球队球场，然后现在已经球季结束了，不知道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应该是很难啦。本来都是樱花，现在只剩下一点点。
希望等一下那个湖边可以有更多一排餐车。现在是没水的时候，刚把车还好了，超累，真的超累，非常累，因为它路就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所以如果有看到电动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租电动，应该会比较就是轻松一点。但我觉得他们虽然有一些地方有脚踏车道，但是就是在骑那个整个附近的区域的时候，其实有点不知道骑哪里，然后人也蛮多，所以我觉得规划还是没有非常的好，就是他没有写清楚就是到底能不能骑，或者骑的话骑哪里，所以就没有到那么好那么顺。但是我觉得天气好的话骑脚踏车其实还蛮不错的啊，而且骑下来就是价格不会太贵，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的体验，然后就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去比较多的地方。那如果你没有要继续参观，就可以骑车然后感受一下。装潢很干净，然后挑高，真的感觉非常舒服。点了一个提拉米苏，然后冰拿铁，它的拿铁还不错。啊，晚餐来这边吃 District Winery。今天要尝试它的 Chef's Whim， 然后点一个 Risotto， 喝喝看它的这两个饮料。每个都超好吃，它每个 cheese 都蛮好吃的。觉得国会比白宫美很多哎，超美，好美哦啊！晚上的白宫，第一次晚上来看白宫。所以如果有考虑要看夜景啊，就是可以住在这一区附近，就是还蛮方便的。今天可以就是走到前面一点的地方。就是只剩下一个围栏，还蛮近可以看到。
网络上 YCMB 已经关了，然后今天刚好来 DC， 想说看一下它实体店 Shoot City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V6 被买完了。刚刚这家店有点凄凉，收不上来的感觉，就是没什么东西，然后里面的感觉跟气氛也是蛮奇怪的。再来要去逛一下这家 DTLR， 新的 V6 配色。DTLR 我觉得进去之后觉得就是比外面看起来好一些，但逛起来还是跟纽约的店比起来的话还是有一大段差距。吃饭之前再去最后一站阿玛玛尼，希望这家店会比较好逛。第一次啦，妈妈尼尔。这家店真的比较多品牌，然后也逛起来蛮好逛，然后我最后是买了一双黑色的三宝。今天午餐来吃这间 Kettle。豆腐不是那种很软很软的豆腐，但是我觉得是美国的那种 firm tofu， 就是比较扎实一点的，然后搭配香菜、小黄瓜，还有皮蛋，蛮好吃的，跟台式的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吃起来是很好吃的。忍不住点了豆浆油条，豆浆还在冒烟。我觉得有来一定要点那个皮蛋豆腐，很好吃，就是蛮特别的一道料理，就是吃得出，就是不是跟台湾一模一样，但是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然后因为皮蛋的味道又很熟悉，它的炸鸡超大一块，还好没有叫别的，超大，比我脸还大。如果你是爱吃炸鸡，我觉得你来一定要点。我觉得它的酱很厉害，然后炸的，然后肉整个都非常好吃。以前餐厅、然后咖啡跟商店是分三层楼，那它现在二楼就是一个小小的店铺，一楼就是餐厅加上咖啡。那这是 DC， 就要在 BB 登推荐的这间餐厅画下句点啦。这家 BB 登推荐的餐厅，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大家如果有来的话，可以规划一下。好久没来，这家大概是第三、第四次来吃。Hey, you're welcome.
选了巧克力跟草莓，超大。他也可以就是选饼干了，但是我想说这样比较方便。